桌子。这个是胎盘，特别硬。如果是胃不好的话，可以不吃它，不好消化，因为特别硬嘛。这是蛋白变的。但是全都是可以食用的啊，这整个里面都可以吃。咱家这个活竹子是开袋即食的。就是直接打开就可以吃的，如果你想吃热乎的话，就可以自己加热一下。老鲜美了。而且它特别有营养，你可以去百度查一下。